你看那些男演员的那个胸肌有没有看腻了？很过瘾，很过瘾，很过瘾，就是全部男生，全部那个男同事都没有衣服穿的。对，这个胸肌的形状也现在慢慢了解了，每一个都很了解，而且就是每一个男同事他的那个胸肌的那个重，你要放在这里好不好？你可以。他那个胸肌嘞，形状都很不同的。他是怎样的？个蛋形容来说，他是哎呀，我忘了，看太多了。那有方形的，有三角形的。三角形是谁？谁是三角形？你啊？没有三角形，不一定是直线三角形，可以直线三角形嘛？你有没有看 Madonna 以前，对不对？三角形。是什么形状？我是无形的，你看得到就看，看不到就看不到，就是有缘就能看到。男演员的身材固然吸引，但动作戏才是这部剧集的最大卖点，而且很多戏份演员们都是亲身上阵。提到其中一场被定心扯头发的戏份，展鹏就说要投诉一下了。我看就是看见你在扯他，就扯他的那个头发，是真扯的还是怎么样？其实一半是真，一半是假的。一半就是我真去抓他，然后那个戏呢就要展鹏就是做他的那个表情一个反应。啊，没有啊，我现在也是假发，你看不到吗？都被他拔光了。对啊，中间没有，中间这个是假的。因为我全都给我炸掉了。差不多没有，你炸完之后过了两个月，突然间自己脱，你的内功很厉害。